好，从这里开始走。OK， 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。我们今天的话呢是礼拜一，礼拜一的话呢今天没有吃素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话有这个主管会议，有这个全台湾的店长会的这个区主会议，所以我们就吃荤的。好，应该吃荤的吧？应该没告诉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汤，这个豆腐豆皮汤，然后还有这边的话是这个竹笋炒肉丝，还有豆干，然后这个是这个香菇炒这个节瓜，十锦香菇节瓜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有我就黄瓜，哪里来节瓜？好，黄瓜，看不。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葱蛋，我本人很喜欢吃酱油葱蛋，啊，这个在我心目中排行榜应该有前三名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一道呢是这个菠菜，我也非常喜欢吃菠菜，阿妈以前都给我吃菠菜，我很想念她的菠菜，希望她有一天还可以再煮给我吃。好，那这个是那个我们今天的饭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大姐 ，OK， 好，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大姐，大姐非常辛苦啊，每次我们准备这个好吃的午餐，谢谢大姐，有你真好，拜拜。